左偷偷的粉丝，大家午安。小编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位在南昆生的代天府庙宇直播第30街。小编今天呢，来到了南昆生代天府，今天真的超级无敌热闹的，因为今天呢，这边有一个平安演技。那待会呢，我们在庙宇直播介绍的时候，结束之后呢，也会为大家带来那个平安演技的活动介绍。那今天庙宇直播第30间，小编要跟小编一起来直播的是我们的总干事，我们的侯先勋，侯总干事你好，来，罗柱您也好啊，年年季季清清的就当罗柱啊，不简单啊，谢谢，台湾你是第一位哦，真的吗？哎、我不晓得哎、欸，我不晓得哎、欸，有比我更小的。应该没有啦，我知道了哈、哦，这罗柱都是为了老大级的啦，的没有你这么小姑娘啦。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可以就是总干事跟我们一起来庙宇直播。那这边呢也要请教一下总干事，这间是全台湾上大间的王爷庙对不？南昆生代天府哦，是台湾上大间的，所以讲嘛是王爷宗庙。哦，王爷宗庙。台湾所有的庙宇哈。政府打政府登记许可的啦吼，差不多46,000+啦。啊，这个在咱家分灵厝的庙啊，都26,311啦。20,000+啊？26,311。哦。从我们这边分灵出去了。哇，记得超详细的。对，啊，所以讲吼、哦。咱何清宫王爷宗庙除去分两个庙宇做以外啦吼、哦，实际上。咱有咱的特色啦，吼、哦！咱所谓王爷祖庙，都可以讲是咱分灵的庙宇外，其他亲像咱遮无太祖爷，无功德尊龙，吼、嗯，无关帝圣君，吼、嗯，嘛无妈祖啦。但是真奇怪，因的生日的时，伊官在来遮进香啦。为什么啊？因为这是宗庙嘛。这是宗庙，因为我王的神位做显现嘛、嗯，所以讲神交神的交往啦吼、哦。我王交这有关的这神尊的交往嘛，足痛快啦。安尼交袂足快呢？对啊，对啊。所以讲因的生日的时候，伊原在咧遮进的哦。啊，那是咱地俗的宗庙吼，叫做当来阿祖。唔是地俗的宗庙。交神尊无关系，所以讲因这方面呢，就是来遮进香。啊，安尼遮偌久啊？咱的庙伫建庙是1662年，到今年我356年。哦，300多年了，非常的有历史。那我们往里面走，我来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它这边啊，只要是假日哦，只要是假日，那个进香团是从开始到结束都没停哎。包括今天虽然说有活动，可是那个进香团啊，全台湾的那种进香团络绎不绝。咱这个南昆生代天府啊，有四大祭典，因为咱佛师王爷吼，立地五祖还五尊吼、哦，啊，但是这个李王交这个。繁荣啊，因的生日是隔壁一年啦，隔差一天尔，所以讲，咱的乡旗有四大祭典，哦，啊，今仔日这是拄啊三王爷生日吼，拄啊过去无偌久啦吼、哦。不过，那是伫这个拜六礼拜，不管是到乡团、店头拢足人车，像今仔日哦，这款情形就是因拄啊拄着拜六。对啊，碰时啊，我有电头，有香灯，但是无像拜六礼拜遐济。啊，那是四大祭典的正经各位，诶，这个拜六礼拜拢是人山人海，对啊，车马水龙。那个老雷丁真的络绎不绝。是啊，是你从来到结束哦，是没有停的，游览车安尼一台一台一台安尼里边。对啊，啊，这咱来轮讲咧，就来出去，就来出去吼、哦，因为进店。啊，这个夹路了，伊就转去。啊，所以讲是一直咧循环。所以讲，这个三王爷生日的时候，上车直接拢10,000+人。其实小编的论文那时候是写南昆生代天府，我就是写我问我才知道，原来南昆生代天府一集当的游客破10,000人。对。一集当的游客破千万呢、欸，吓死了。这是观光局
官方给我们公布的，对，一千万以上，真的超多，所以他的那个来客数真的太吓人了。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就是这个后店吗？这叫做正店，正店，这边是正店，然后我们待会有就是对，我们进去到里面让大家看一下他的主神，就是五府千岁，这一定要定店的开机的啊，拢是店内人，所以从婚出去嘛，是对家婚出去嘛，拢大部分台湾的这个王爷庙，拢就是伫南昆仙大天路，婚龄再婚龄，哦，的子孙啊，一直传了三百几单。安尼一直传，所以贵啊代安尼，代哦，对对，代代，吼，一直传，吼安尼。好，那我们那个总干事带我们大家到里面，来来来，我们到里面去那个看一下，主神就是五府千岁，这个很难得可以。哎，你好。加直播。你好。来哦，还好总干事带领，这个一般的应该也进不来。然后里面就是有庙方人员，就是他们来挂香，然后来协助就是神明的这样的移动，对不对？这些拢是咱的乡乡因都拢主动会来这报道，哦，拢是义务的志工。啊，这内店者吼，这正店，迄正大尊的，迄就是定店的，哦，定店的。就是对，来点来哦，啊，其他头前接恁，这是拢有咧红请，红请出去哦，去为人供庙啦吼，啊，是面体啦，各方面吼，神神代表去咧办事做代志的吼。啊，那头前这两尊呢？头前这两尊，这是护驾的啦。哦，护驾。啊，好。所以他开机的正点，所以嘛三百几单啊哦。啊，开机的都、就是这定点的开机的，拢三百几单嘛，三百五十六单。那他这个有整修吗？因为我看你们维护的很好哎。这比有这个金丝鬼，这个牌匾哈，林佑东是太子太保王德禄所赏的。哦，太子太保。哦，太子太保。王德禄。哦，他们送的。对。吼、哦，上这牌匾有嘛有个来历较意义啦，哈、嗯。因为正当时，这个王德禄，吼、哦，伊回来台湾的时，啊，伊本身伫家己这方面的人，啊，听咧讲讲五王的神威真显赫，哎、嗯，特别来试看讲五王根基到底安怎、嗯，所以讲来到咱的这个正殿，伊用伊的官靴啊，踏这个火钉。要试讲咱五王的神威哦，啊，结果拄去三王爷头壳遐恁一粒官以外，五尊王爷拢坐甲载载载，爱着知影讲这是真正有神威，也根基真认深的。所以讲了的是，伊较叫个后生王景伦做这个牌匾来献王五府千岁，灵佑东营，这道光三年这个牌匾。哦，德公道光三年到现在了，然后就是为了就是让因为有神机，所以他的这一块敬佩，对、哦，所以有送这一块，真正真显赫啦。所以讲送这块匾，这嘛是这个咱庙林这个匾嘛是庙林的镇庙之宝啦，吼、哦。咱庙拢总有三块牌匾，这是其中的一块，吼、哦。所有的牌匾拢总征收的是维修人，吼、哦。民国五十年迄当维修好，吼、哦，农村的牌匾拢来北海，都啊正殿楼这块，所以有三块，然后正殿就是前面啊加，啊够几块嘞？第五号嘞，就有三个三块，啊，这是来做客的吗？这是，这是啊来要夹路的，要过路的。来桂楼，然后它上面都有那个写，然后这些都是辛苦的志工。哦，它这边有，就是都会有那个。大家可以来这建好了后，咱就要跟这块协调。哦，就是所讲呢，哦，大家看，咱本身大家互相，哦，啊，就建好留念，哦，合建平安，哦，这就是咱庙林这边，把证明讲你有来这桂楼，有来这夹路。所以他这是一个当他的一个认证啊，所以他这边很特别。
不像一般就是有其他的神明，他这边就是五府千岁。五府千岁，立地我主欢，啊，多我尊王爷。听讲家的瓦诺嘛，就有名的呢。元老是伫元老店，元老店。我们现在的是正店，那今天就是很开心。来，我们往外走，就是呢，这一般人是今天有总干事带小编进来，所以平常很难得可以进到里头。那我们就继续的往后走。哎，总干事里面的这个啊，这个建筑有什么样特色吗？这个建筑哈，是大陆客家派王一顺。因这帮人来做诶，伊伫台湾呢有起两块庙，哦，拢是真有名。一块是即个台北龙山区，啊，一块就南关新大天府。所以讲，伊这块庙会使讲是伊来台湾建庙气宇春青，上经典呢留伫咱南关新大天府的。哦，了解。不管伊石雕、木雕、彩绘。都是艺术之神，因为一般很少石雕会彩绘。对，所以讲吼，伊这石雕吼，这是真当时王一顺因来做的。吼，台湾已经要再找上这款的这个艺术、美术、雕刻到这么水的这棱条，会使讲硕果仅存。对，这很特别。大陆都无这么水的这个石雕的哈。所以大家来呢，可以除了看来拜拜之外，也可以来注意一下它的这种建筑，因为很少会看到石雕会着色的。对，对，真的很对，很漂亮。这龙珠真的很漂亮啊！一级堆，另外一边呢也是都有是这样子上色。对，对，好。然后我们往后吗？还是往后走吗？万善宫。万山崖，本身啊，万山崖，这是不老店的哦。哦呵，好不老店，对，那个在我们左边哦。来来来，我们它这边很大，超大的，所以大家呢来可以花个一天的时半天的时间来这边好好的走一走。这是后店，叫做青山寺。青山寺哦，青山寺，它是那个青色的青，青山。啊，咱家洪叔是观世音菩萨，哈、所以讲，咱南关新这个青山寺有叫南海普陀山，结名，所以讲吼，进南海普陀山有两间迄个这个观音佛祖，啊来伫咱庙里，你来看。来，他这边有一个介绍，青山寺。南昆生代天府哈，后殿叫做青山寺，啊，建于清同治十一年哈，到1872年。啊，青山寺咱佛师是观世音菩萨，啊，边啊是文殊菩萨，哦，普贤菩萨啦，吼，啊，像那都是四大金刚、十八罗汉这种事业配主啦，吼，最主要在这个西园。2007年，哈、11月7日，叫大陆浙江普陀山，咱的普陀山观音善灵，叫本庙哈青山寺，共同的信仰，然后所结名为这脉寺哈，千世结盟了哈，对，进而促进宗教的交流，弘扬观音济世之宗旨，所以讲南无经大天路叫南海普陀山是结名的。所以他是有签署的、哦，是有那个结盟去签署的。爱敬羽毛能尊，大观音开始观音来抵咱这个佛祖殿里。所以它里面有两尊吗？两尊。哦，有两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两尊，就是从青山寺那边来的观音佛祖。对，台南下雨。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是在最后面，对不对？对 对，就是弥勒佛的后方。后面哈，现在都有两尊的呢。哦，啊，现在先尊者为是假殿呢，哦，啊，为是咱准备奉去的，哦。所以讲，南昆大天父是一个道教、佛教、儒教的综合体。嗯。哦，这个属于道教嘛。对。啊，佛教啊，头前是道教。对，前面是道教五府千岁嘛，然后这边的话呢算佛教。道，对，
这个观世音菩萨，这是佛教。所以我们现在刚刚是正殿，然后它其实这边很大，就是在后方有很有名的一个万善爷。万善爷这边，啊，你在讲这个月老。那这边呢有娘娘殿哦，哦有诸生娘娘跟月老。哦，较远哦，就是伫这边咧。啊，是咱后边遐咧，有一个老窟。哦，蛮晚都哭哦。他这边有一个娘娘殿，他拜的就是诸生娘娘跟月老神君。哦，不是月下老人哦，他是写月老神君无感哦。我那老人啦吼，伊这拢是共款吼，所以讲哦，我那神君交月下老人哦，通通一样吼，拢是咧当看好姻缘的吼。所以讲，到遐呢，咱外口还佫再有一个。对啊，迄个特区，哦，听讲叫一个金钱币啊，哦，金钱币的，因为有网友讲有一个金钱币就有名诶，我来遮久我唔知有起来，我不晓得有这个诶，哦，这个我知道了，因为他的这个浅浅相扣，爱的牌就是遮高地下面。这五地叫做九五至尊金枝壁，哈，啊，这望这个哈，会保庇咱趁钱发财哈。哦，所以要赶快摸。哎，对对对对，哈。所以讲，这是全台湾省多只的用六个蕉做开，诶，这个九五至尊金枝壁，哈。哦。这全台湾省我这地名。对啊，这个很少看，哦，无讲唔知。六个蕉哦。六个蕉是什么？老古树啊，哈，哦，哈，是，鹿角蕉会使讲，迄就是一种的化蕉啦，哦，珊瑚化石啦。哇，哦，所以大家记得要来摸墙壁，来摸摸那个玄哦玄武岩，等一下哦。玄武岩，这是倒的玄武岩。一支，这每一支头壳都是啊嘛，每一支头壳拢是偏我金苗。关键的，哦，你来看，迄拢西苏的，哦，西屿是澎湖一个地名。哎，真的耶，澎湖岛。嘿，这朋友哦，厦门三圣殿所关键的，所以讲，南无你地天路，不管是后殿正殿，所有的条下拢是来自朋友的信徒所关键，哦，拢是金庙，哦。所以讲哦，平湖交南屯地坑路的因果真深。嗯，了解。好，如果大家想看什么，可以留言。好，我们可以带大家看一下。然后呢，来这边。我带你来迄个结好缘哈。好，结好缘。好缘分哈。因为今年的七夕情人节，那个有七夕嘉年华的那个活动有没有？对，参悟的一间宗庙，好啊啊！这个哈，我何文清油画个展，南昆人戴天虎都去是讲拜王爷以外啦哈，我嘛是有一个文化的一间宗庙哈，所以讲哈，我每一档有活动的这个展览。啊，今仔日这个画家真多，你足有福气哦！你来我拄着阮后家班何文清这个个画展哦，油画展，哎，油画展，请说就来参观一下。哈哈，这个到什么时候？哦，意外真正是有文化的。11月10号到12月17号。对对对，伊这东西配合咱这个平安年纪。平安年纪。哦，昆生王平安圆寂，然后他是在那个昆影文化艺术馆这里来展出。再来呢，他到11月10号到12月17，对，你可以来这边参展，参观这个油画展。老师吗？对老师本人，哇，我可以遇到老师了。你好，你好。所以你是侯文清老师？是的。哇，你坐在外面还不错。老师，你怎么那么亲民啊，老师，那你可以介绍我们来用这个当你的背景，用你的话当你的背景。老师，那你可以介绍一下，因为这边的话就是是十二月，那你的油画的那个主题，可不可以带我们参观一下？哦，我的主题是
家在台南。家在台南，所以你是台南人吗？台南人。哦，你是台南人。我家搬了。侯家对啊，都姓侯哎、欸。啊，对对对。那你开到我们走。这么大，你看。来来，让老师自己本人亲自介绍他的画品，看多。好，伊来讲。对不好？这期伊的，我给他打来设计的，好不好？就是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他的画。一共38张了。哦，38幅画。对啊，全都是这么大幅的。哇，老师，那你画就是。我这样子一展大概要多久啊？一幅这个展到12月。那你画这样一幅，大概的灵感都来自于从2月画到现在画1年了哦。哦，这么多要画1年，然后灵感本来说哦这么大的展场怎么办？就说要借助这个台南的名小说家以前的那个文学家，他的小说。这个是画台南的哪里？这个是台南民权路。民权路口跟那个永福路口那个大箭头啊，大箭头。然后就是画，比如说这一张是画那个许达兰的家在台南那个小说，就画到一到阶段以后，就发现差不多在画自己的回忆。在画自己的人生，这样。这个是你小时候爬树的回忆吗？对对对。所以他怎么？玉兰花跟我们小时候，我记得爬的那个是桑树。哦，这是玉兰花，然后这个是葫芦像春梦。啊，这在其实是一个街塞顶那个舞团。是。啊，不是历史画哦，这是他的宣传海报哦。然后你是画他的宣传海报哦，啊，这个该不会你本人的传播的时阵？这个残胶啊，我是很残胶啊。听讲台南的早嫁改装一路车对不？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真正是一路车哦，满就对。那个这个残胶啊，很有这个老丈人很有诚意，所以走在前头。问题是他那个007手提箱哦，因为装满了地漆啊，结果掉了。满出来了。这很有诚意。啊，这画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哦，这是你女儿。花站啊，最近不是那个日本那个有一个那个电影花站嘛？对对对。啊、哦，是用它做主题。哇，你女儿，你女儿应该很大了吧？这是在小时候。那这个是大，现在在插花这样跟真的长大了变这样，就是小时候，然后长大吧。啊、對對對，你知道有一个画家的爸爸的好处，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他的成长啊。这个是我在画盐田女儿，对，这是台南盐田，善行盐田那边，对，江乾坤生哦，是乾坤生，啊，这个是纪念我老师，我老师日本人吗？没有，他因为女儿嫁去日本，所以他晚年住在日本。刚在日本过世，然后纪念他这样。是是是。这个他，你看，这个不是迎宾哦，你看这他就是送客哦。哦，这是送你日本人很搞累，所以他一定会送到看不到视线啊。其实他已经走了，已经转身走了。那这个是手吗？这个手。手心。比较超现实一点。对。他我根据杨志昌那个蔷薇的皮肤，蔷薇的皮肤是。纪念他的初恋的情人很早就过世，所以那我发他是超现实的小说家，所以就用超现实的手法去表现。老师，这个好像真的。这个手就要这个真的很像真的。我会说画这个手，这是我的手啊。这是你的。对啊，你看这样。哦。啊，这样。然后这样。啊，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发觉我们就去参加告别式什么啊，你在告别式，你又不能。东张西望，对对对，啊，又不能跟隔壁讲话，啊，只有低下头看自己的手，然后就把它画出来了。然后是地球，好地球，啊，不是月亮。哇，来来来，100块，100万，100块，这100块也。100块，这应该水，这两天。这个你连看是孙中山，你我来看是孙悟空，你，哎，真的，你眼给他看。哦，远看是孙中山哦，近看是孙悟空，真的哎，好妙哦，有没有？哇，待会我会带大家去凌霄宝殿。我们现在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增加艺文气息一下。这个是那个，
很像那个庙会的活动。对，就是庙会活动。对，庙会的活动。苏雅，苏伟你好。然后这个呢，就是画的哈。对，都是有尊严的哦。真的哈、哦。他不是说随便画画哦，他是先拍照，然后出来给他画，画出他的神韵，他是这样哈。而且他这个牛也太真实了吧。看起来好像立体化，看起来好像立体化。然后你看它这个水牛，老师，你的牛看起来都好像真的立体的哦。杨奎哈，杨奎水牛精神，台湾精神是。然后你看那楠木桐，仰天长啸，然后大地的滋润，这样，就代表台湾的山水。所以我在画杨奎的。哦，杨那叫哦，那叫杨奎，杨奎，张开我这个。杨奎啊，是是是，好，然后快结束了，快结束了，来，人数，这个大力夯边吃边画，边吃边画，为什么？边吃边画，我就是这个系列嘛，你看有我，哦对，一共有，一天吃一摊这样，一共365摊。一天吃一摊，所以他其实也是，你看他也是庙会的小吃，对不对？把它画画大。他到那边去出小吃，他就在那边画，他一幅画就这样，一天一幅。信手写。庙城这样啊？哦，你，这在展览的时候刚好。哦，就是，哦，了解了解，就是老师的画创作是随时都可以那个，然后这个是鹿耳门天后宫的妈祖。对对对。哦，日本鹿耳门天后宫，这也是很，对，这个也是很有名。嗯，老师，你基本上是记录台南的一些，对，家在台南，所以就是一些台南的主题。国外旅行，所以有画到国外的，啊，还有花莲，太太是花莲的。仁安宫在哪里啊？在他的家，在我们的家。哦，仁安宫。那个中港，二中港也在北门。哦，也在北门。对。仁安宫，希望有机会去看看。然后，这个宫庙盖得很棒，很大、哦。你看，这个是台湾之子，你看，还有台湾那个。哦，这个水池有台湾的形状，哎。这是台湾的原那个原乡。哦，老师，你的画真的超大的，你的画真的要倒退好多步。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你。啊。黑雾燕窝，现在这个时候是这个季节。是是是。你去看那上万只的鸟在上面回来，从晚啊夕阳的时候回来归巢，然后在那跳舞。这个画的人呢，画中画。然后这一幅是台湾的哪一个景象？去过花莲太鲁阁那个白杨瀑布啊。我去过太鲁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瀑布。没有进去白杨瀑布。没有没有。进去是。这是秘境吗？不是秘境啊，是有时候会封起来啊，蛮危险的啦。然后进去你就像这样。太鲁，你看他人这么小，然后这个风调雨顺。这个是我们二重港仁里村一间的古厝，那三合院啊，古代古厝的是安尼啊，哈，对哇，哦，啊这。那只牛真的呢？是真有那只牛呢？哦，真的。那只黄牛。人伫遐边咧录出来是所摄嘛，所以讲这拢是实景的咧，吼。对对对。啊，这就都兰山啦。都兰山哦，台东，台东都兰。这叫这个七星潭。七星潭也是台东。那七星潭就是花莲那个七星。哦，花莲，花莲。啊，那个这叫回澜三小宝啊，这一张哦，花莲得奖的，张得第一名回澜奖。哇。这幅画有得奖第一名哎！这个花莲好天气，这也是在花莲吗？对，这个花莲港啊，啊，这一张就比较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对，我知道这个是林百货，好，林百货对不对？轰炸啊！啊，这个是林百货吗？对，哦，林百货。这画它在不是现在修改后的新的，现在是以前还没有。被修复的时候，那经过历史的轰炸，那为什么分成两幅呢？因为那个轰炸机啊是外来的，
所以是分开画的吗？啊，对，故意给它分开。哦、是啊，这个嘞，这是谁？这是纽纳多·伯恩斯坦，那个伯恩斯坦，纽约的犹太籍的指挥家。那、啊、这一张，太姐指挥家，是有一个竖琴乐团，他在戏院表演，然后他需要一个背景，我拿这个去背景，因为他是犹太籍嘛。然后那个叫什么？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名单，他的片头不是有那个焚化炉的灰烬，就变成那个星辰嘛，那个表现这样，对。啊。所以他这全部总共38幅画就对了，38，而且他每一幅画都好大张哦，这也都是仁安宫对不对？只是不同的角度。啊、对。好，真的老师很爱仁安宫。啊，这是哪一间？哦，我知道，4.5庙。嗯，四点五庙，那是关公像。哦，关公像。一个文一个武，那是南馆。哇。这边是那个守将镇。南馆。啊，你现在也可以照特写。哪一个？啊、那个这个总干事。哦，来，这个一个总干事，一个主委，然后他画的这个呢，当然就是戴天福啦。今天带开我这个庙，你看他画的，哎，多么真的很漂亮哎，这么漂亮，对。而且你看哦，这两个人，然后宋江镇，然后顶桃这样子。哎，这官人矮人啦哈。我那不是说这样，那个。啊，鸡头，啊啊，这里，哦，这里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委。来，主委，哎，要不要对照一下？哈、哦，两个人卡这会啊，那，对，把他们画进去了。我们的王主委，然后这是欧弟勾梁，对，这个不是诸葛亮吗？对啊。然后他也是来参加平安演技，是不是？没啦，于天哦，在跟诸葛亮啊展示，你看我的是小杯，你挂小杯啦。哎，啊，诸葛亮说啊，你娘个！啊，这你应该都认识他吧？认识。单雷啊。对。啊，迄、那个郑经二啦，哦，郑经一啦，哎，对吧？这很多人应该你都认识。认识，哎，我不认识，显示我的年纪，他吗？啊，后边那个都。那个、哦，那个本来要画那个、哦、金小胖啊，结果不敢画，只好画许孝顺。许孝顺。后面那个许孝顺。是看得出来，有看得出来，然后也是李南坤生的那个招牌的那个门牌匾，牌楼，他们最精华的。好。大家呢可以11月17日到12月17日，哦，有点重。后边还有凌霄宝。来，我对，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去看一下凌霄宝殿。先看那个月老区啦。月老区。月老区在哪里？这边都是。这边都是月老区。对。哦，幸福墙。你来这边呢，要来拍一下这个。然后还有祝生，就是如果你想要求 baby 的话，求姻缘，求 baby。这是爱讲的时候咧。爱情锁是什么？这男女到这边来拜拜。你就是要把他的爱情永固。哦，要让你。要埋一个钥匙。埋一个钥匙圈。在这个地方，由月老公来做见证，好、哦，所以讲这是迄个爱情墙，收敛的墙。啊，这边家庭，这窟窿是这个。来，加啊！这个都是拍照区了。来，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是两个人来呢，就一人坐一边。查甫的在这边，新娘在这边。对啊。啊，这相翕的到时变立体的，吼、哦。哦。啊，来，先进洞房，要生个宝宝，哦，对嘛？对。哦、所以这拢是拍照区，吼、哦。啊，这边呢，远路看好眼，吼、哦。所以讲哦，这个区块，你看这个爱心，这个是月老区，哈、哦。所以讲，人们戴天禄哈、哦、来拜拜，分这几大种，为是要求财的，为求健康的，为要求婚姻的，哈、哦。所以讲到人们戴天禄来哈、哦，你看你要求啥的，应有尽有，哈、哦。而且你呢？所以讲哈、哦，人们戴天禄哈。你看讲伊个造型，你看你要拍照，
啊，两个新人在一起，啊，还有这个爱情的马车，所以讲人生在天府啊，啊，迄、那个是喜鹊桥。哪一个？啊，那哦，喜鹊桥在这里。喜鹊桥，然后这个是那个马车。啊、爱情马车哈、啊，所以讲这是属于万安区啦。啊，后边。凌霄宝殿在哪里？在这地方。好，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凌霄宝殿。霞公啊，佳丽今天跟明天，他们那个大坤园有那个免费的对外开放，所以大家呢来这边，你也可以去大坤园那边走走。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所要。在的地方是那个凌霄宝殿的部分。哦，这真的好大哦！南昆真的超大的，你家几平啊？就是腹地多大？这几公？38.5公顷。38.5公顷。这四大天王哈，这拢是这个。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到凌霄宝殿了，这就是主委总干事说的那个四大天王。南昆明在跟啊，这凌霄宝殿哦，是一个建筑传统哈。对。诶，这个建筑，拢是自台湾近年几十年来，吼，诶，这个突出的，拢是它记录在遮哩，交一般的庙宇无同，一般的庙宇哈，伊的雕刻啦吼，彩绘。拢是24号啦，吼，水五段啦，西游记啦，拢是迄类，咱拢唔是，拢是现代的，吼，所有的电线出来，你是讲，遐在咧拍球咧，拍球哦，这个是谁？姚敏吗？哎，不是，林书豪，这个打球是林书豪，对啊，哦，啊，所以讲，你做个来看，所有的建筑拢是现代。你看他的这个彩绘的图，哈，哎，这个青灰啦，哈，啊，都迄落有放红开啦，风吹啦，创啥，有拢是啊咧。啊，你这你给他看这下，你认识他吗？王建民。对，好球的。对，棒球的，篮球的。还有更绝的。还有。这个是四大天王之一。这个擂台。哦，陈淑菊阿嬷。对，好、哦。还有这一个。这我唔知道。这你唔知啊？这我唔知道。这大陆这拢出来本钱诶，备受争议。他做善事哈，伊无惊人知道。啊、哦，这个陈官飘。哦，好像有听过。所以讲大陆的来看，看到这个讲。有没有没有的毛主席？有没有、哦、那毛主席哦，这在台湾会被鞭尸的啦，哈、哦、啊，对吧？所以讲，这些彩绘各方面哈，拢是现代。对，都是现代的部分。这个台南棒球业创始人侯宇立。谁？侯宇立。哦，侯宇立。对，侯宇立先生统一的。就是严浩生，阮国文团的主席侯破明。好。伊咧。露天大石来咧跋杯，要跋这个主会秀，伊个情形哈。啊，这林心荣，这正是伫这个华联病院咧做院长。哈。啊，伊嘛是正咧研发真济迄个脑癌癌细胞的治疗的药物。哈、啊，所以讲吼，这是跟一般都不一样的。北天灯。北天灯，南风炮，哦，盐水风炮，北天灯、南风炮，拢是现代的，对，拢是现代的。这个陈鸟白，曾雅妮，啊，这关家土画家洪空，洪空画老师，哎，所以讲，这是一个电路传统的建筑哈、哦。好了，咱看后边，那是一个精华地带。来，它这个呢？哦，这个是九龙吗？对，九龙。来，下来拆回。
你来看，这台南十八岁，嗯，啊，这里肯十八岁，对，对，所以讲所有的彩绘，都是现代台湾几十年来，哈、啊，一个重要的活动，对，啊，规个宁夏古镇，多啊，当一块牌匾是马英九总统的呢，村、哦、的都拢无挂，对对对。好来，哇，来这一块，哇哇哇，至尊，这一块龙上帝哈，哇，是好庄严哦，这里。哇，这里就是李萧宝殿的，难怪被八鸟打造，以鎏金的方式来做。这个九龙窟内，包括这块后天金阙无上至尊主义庙宇哈，这龙上帝，这块牌拢总一万过八八鸟。一万多两哦，哇！一万零八两，一万零八两的这个金牌，一万过八百两啦，金牌来打造这下顶，是这个鹿港陈万龄，哈、哦，这个也是国宝书的下顶的制作的老师，伊所做的，所有传播这個。开的六百几万，安尼就要六百几万。对，这两支下顶啊，挂这七台，所有车啊，这是一个国宝级的师傅所做的。哦，啊，咱这个迄落伫接望啦，哈、哦。对。这嘛是一个新的创造啦，哈、哦。嗯。伊从这两极生态仪哈，啊，这边啊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地的刷所造成。哦。哦这个地球结盟哦，交棒啊，完全都无同哈。它就是有，你看大家有没有看？它有点像八卦，吼。对，就是八卦。对，八卦。迄、哦、个都是太极嘛。对，太极。哦、太极三两嘛，吼、哦，它等下八卦乾卦，好、哦、了。哇、哦，它的那个金条真的超大一，超大一根。这是玉啊，颜色艳丽哦，这规样是玉啊做的哦。哦，这整个是玉啊、哦！对，包括伊这个所有这个设备，这拢是玉啊！伊的手手唔是娘娘，好、哦，穿的拢是玉啊做的，啊、哦，每衣服都是用玉做的，这全部拢是，哇！后边还搁再多真大多，现在这是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做的物件。嗯，应该现在也找不到师傅会当这几种的呀哦。哦，他这个，哦，好大哦！这个怎么那么？这个有几？里面有几尊神明啊？他就是从这样上面这样分下来。这跟隆重一百尊。一百尊哦。叫做百神朝天图，会让你留下。百神朝天图。啊，你这所谓神尊，应该这位你也办的哈。这个抱小朋友的吗？对啊。这个是。刘祖龙叫我哦，赵子龙。对，赵子龙现在也有祖龙庙嘛，毛爷庙。哦，有。对对，所以讲这神尊隆重是咱。方心本来底有诶，啊嘛是拢有真济人，哦，伊即每一尊都拢有伊诶名伫咧，吼、哦，即木马王，即陈刚，哦，他都有写他的名字哦，你看他都有写他的名字，比如说这个叫陈渊木马王陈渊，然后这个呢昭德王陈果仁，他一百尊，所以他是百仙。百神哦，百神啊，这边百神朝天图，百神朝天图，一百尊的神明。啊，这几个包括伊这个主演创啥的，这完全规个拢是玉啊！哦，这嘛是玉啊！拢玉啊做的，吼、哦！哇，壮观呢！大家来
这边算是凌霄宝殿，所以 啊这一幅嘞，哦，这是礁石塔，这也很大哎。海神，这是迄、那个，这个玉皇上帝哈，嘿，啊咧干净，好、哦，所以讲玉皇上帝顶管着太阳黑哦，迄、那个玉皇上帝边啊四大天王，哈、哦，啊伊下底这个清净经，意思就讲玉皇上帝伫玉山。迄粒山，玉山呢？来，去来翕照，上来翕到是这个形体。啊，用上帝伫玉山呢干净，吼、哦，啊，一直延续，伫这里来，来到南昆山戴天府，吼、哦，这个咱凌霄宝殿也得了众生，吼、哦，所以讲一个组织的架构就这样来。哦、啊，这边呢是东方宫，这边西方庙。你人那是组织清净经，你读的头做的到，安尼你。成仙成佛、啊、但是你要成仙成佛必须东方宫考核，查甫的查某的必须西方庙带你考核，那会当你就会晋升。哦，这是因是考那个评审官就对了。对对对，好。这些就是第一重演、第二重演，拢是党托拉成型，这拢种三百几栋的党。哦，这栋党哦，你看它的屋檐这个。所有整个屋檐、哦、包括这包括电影所有一切的这个屋檐都是挡着都是桶耶、欸、哇它的那种庙一间庙它的有玉啊有桶啊然后有胶纸桃啊真的是金碧辉煌的然后又一万又零八百两的金白哦黄金打造的金白，啊、这侧边这是自然神，主间哦，自然神，这主人神哈、哦，啊，这是咱拜道哈、哦，哦，拜道，对，西方人尊在天府哈，伊、哦、唔是大名，是这双，啊，刚刚家是金碧辉煌，凌霄宝殿，他是凌霄宝殿，真的超级无敌金碧辉煌。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这边呢、啊、大家来一定都很多人会来除了凌霄宝殿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万善爷我们最后呢万善爷的这个重点看完就是这整个南昆山的重点、啊、这不会做好、哦、这股爷哦诶、哎、这个你看他的这不会连他的是一个龙头耶这也是金吗这红金箔，日本金箔、哦、是铜铜，但是它是那个铺那个金箔，它是整个是一个龙头，好大、哦。啊，搁再好，你感觉无同呢？一般庙顶拢是福禄寿。对，啊，家嘞。金沙尊，你来看下啦。金沙尊，他们是有拿观音的吗？中迄尊郑成功，嘿，这边郑经，这边单英华。中间是郑成功，然后右边郑经英剑吗？对，啊，这陈永华，哦，陈永华，北门盐场要做戒严，创啥拢伊教，这就是个军师哦。啊，嘉陵台北101，哦，对，这个台北101，对啊，所以讲这拢是现代的物件，哦，一般的寺庙殿馆拢是古装的。对啊，我第一次看到101放在剪联上面呢。对啊，吼、哦，所以讲交一般拢无同。这那是无你更看不出来是101呢。对，所以讲这是一个殿户传统吼，啊，这是咱的庙会啦吼。殿户传统的建筑就是以现代几十年来的台湾建搭做的这庙林，后来几百年了后会当证实讲几百年前台湾的文化，吼、哦，台湾的生活就是安尼。咱这所雕刻的，不管是人也好，牛也好，动物也好，拢是肥肥胖胖的，就证实这个年代养得很好。台湾的经济，哎，真的是很棒，哦、是安尼、哦、要不你来三比八，就是讲生活做歹嘛，对不、啊？好、啊哦，来，咱就这边。今天南部有下一些些毛毛雨，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呢，要记得带雨伞哦，要带雨具。然后呢，我们最后要带大家去看的就是那个满仙崖。满仙崖呢，一定要侧看，
侧看。你看这规抓这拢挡掉，你伫这。哦，有有有，他的所有的屋檐下面全部都是铜，包括这个，全部都是铜制的。第一重檐、第二重檐，全部拢铜制的，包括在挡条。哦，铜挡条，这个柱子都是铜的。哦，这只，这拢种七只鹿。七只鹿，哎，就是鹿取的意思，因为这是文昌。哦，所以，哦，所以它是鹿。哦，我懂了。嘿，都是你被科取会被录取，所以你看它的那个铜条上面就是有七只鹿。啊，藤鞭哦，藤鞭那正是用别人家的发电机拍的。文昌殿，所以你看哦，这个也是鹿，这个也是鹿，这个不是鹿吗？这是山羊。哦，这是山羊开泰。啊，刚刚那个是鹿啊，所以还有鱼。啊，这是鱼跃龙门。鱼跃龙门。所以讲来拜文昌帝君所求的，就是要考试，吼，啊，要考官，拢来求咱的文昌帝君，啊，啊啊，这是取他们的谐音呐，哈，取他们的谐音。啊，这个是什么？凤凰吗？还是凤凰？凤凰。哦，然后这个马到成功。对。所以说每一个还有，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雕刻哈。我不晓得这边的雕刻这么的厉害、欸。点刻。点刻。第三嘛，第三木嘛，你是用点的呀？对对对对，哈。哎，真的哎，真的哎，它是摸起来是一点一点的。对对对，好啊，莲花，你就看吃哈，也得行哈。所以讲哦，这个东西。对对对，我不晓得南昆生的雕刻这么的厉害。以前来啊，都青山那块块，今天从他自己讲，我就哇哇哇。对啊，你别认真在看哈，迄个内行的来咧看的时候，你这是照规矩的啦，佮再去研究伊个雕塑的方法。所以讲，包括大陆的这寺庙建筑的建筑师来到台湾，伊感觉讲台湾的庙宇保存了上好、上经典的，就是在南昆生代天府。嗯，真的。嗯、好来，我带你来这个满仙。满仙爷，满仙公。银拉公。银拉公，哦，对对对，为什么会叫银拉公啊？因为伊是一个看护的囡仔，啊，迄个这个。羽化了后，哦，伊得着正果，吼，啊，生的啦，伊是阴神转化为阳神。哦，哎，听讲遮嘛是啊，万圣爷发财金，遮有在求发财金的哦。伊嘛是一个本土的财神爷，因为所有南昆生大天路的神，拢是大陆的神。多万仙的啊，是咱台湾本土的。哇，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来求发财金的吗？是，超多人的。来参拜。来，你看，全部都是。这个应该是今天那个进香团来参拜，所以很多。哦，板桥北天宫。咱的万圣庙。嘿。哦，啊，这进香团，这北天宫嘛是咱昆阳的庙宇，嘛是昆仙龙联谊会的一个成员。来，啊，这万圣庙哈，跟他讲哈，有一个故事。嗨。伊真当时，伊做囡仔的时候，伊是父母双亡，啊来投靠伊的母姑。啊！伊个母姑是伫即个恐龙山，住伫恐龙山，哎，拢来遮放牛，真拢是即片，即拢是荒野的嘛吼。啊，来放牛的时拄着落天，也有一个米雨，米酒拿倒来，哎，发现着方丈之言，迄个所在落雨拢袂压雨，伊就感觉讲遮有地理，是一个真会使讲，哦，是一个真珍贵的所在。所以讲，伊每日若牵牛来饲，伊就是伫迄个
方言的地方底下打坐啊，他得到了日月的精华，底下念佛啊，他为了地了。那为什么满身牙也面是乌的啊？满身牙的面，因为是这香烟的熏啦吼，这到尾啊，每一尊拢牙都变乌面了，都变乌面。每一尊都变乌面的哈，因为香火太鼎盛了，打刚刚那熏着那。是。但是伊要来遮建庙，哦，嘿，辛苦啦哈，哦，我叫那个蔡凤姐。哎，他没参拜完的话，我们可以进来了。这个就是万善堂的万善爷，万善这个印纳公。哎，你好。北京乡，哎，注意挂嘴啦。这个是我们板桥远道而来的贵宾，就是北天宫的主委。这嘛是昆新龙殿宇会成员，啊，因今仔来进香，所以讲拄啊负责你来采访。对啊。啊，万仙爷，嘛叫做因阿公。对啊。身位真显赫，咱五王，你伫五祖番各有专称，大王好日子，帝王好流水。三王爷好地理，繁荣好有利，诸王好管理。哦，万仙爷好盈利，好盈利。阴间的代志，拢是万仙爷在处理。哦，啊，万仙爷要建伫遮恁，五王建伫迄边恁。哦，伊迄阵当时为着要征地，发生战争。哦，阵当时就是讲。本来五王的庙是伫个出来口王爷岗遐，后来迄个地利被破坏，河流改道了，才要迁来这个空龙山遮要建庙。万仙爷伊就讲，这块所在是伊做囡仔伫遮放牛，这所在伊占的啦吼，意思就讲我着先伫遮恁吼。结果到尾啊。三王爷，五王，伊讲我自登陆了，伊就看到这块地啦，哦，所以讲烧钱，伊讲伊先占的，伊讲伊先占的，结果咧，就是讲大家会摕证据，这个五王，万仙爷讲有差一个东尖，叫地方的土地公来调解调和，结果背下到地。当尖是插伫当前的迄个中迄个坑里，所以讲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呢？这大家搞不清楚，吼、哦。用讲的讲袂清楚，到尾也四肢无力。所以讲每一日到这个黄昏的时，这个空龙山遮里就是汗发连天，啊，迄个剑过啊，杀声连连。空龙山大家行啊，走啊，无半个人。到尾啊，他由这个观世音菩萨，吼、哦，就是赤山岩的这个佛祖，他朱介江学家朱介江的大德公来雕亭，五王去大庙，万仙爷去小庙，大家共同为这南昆地天路的乡会来奋斗打拼，这叫做乡会贡献，哦，他进行和谐。但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来拜王一定要来拜万仙阿公。对，讲到真，这个规矩就是拢定掉嘞。哦，主要哦，因拢大庙拜拜嘞，进来拜万仙爷。对，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哦。但是万仙爷哈，伊迄囡仔人较有脾气，较有个性。你若拜遐无来拜遮，哎，他会给你点一下。哦，你知影，你了解，较早讲等于男是老塞了，巴肚疼，啊，就是讲啊，我无来拜万仙爷，所以讲到尾啊，诶，人有来拜五王、拜大庙，绝对来拜万仙爷。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啊，无吼，等起来是刚好对伊无爽快吼，哎，进来拜万仙爷，啊，啊，家己本身所有的庙拢知影这个道理，所以讲要来拜了，就是来拜家。是好，谢谢我们的那个北天宫的主委，辛苦对台北落来，主委，宣传亲热，对北天宫，谢谢哦，辛苦辛苦，对板桥下来，透风落雨，该来拢是爱来，时间到就是来，风雨无阻啦。好，
所以讲每一冬的这个花卉拢真鼎盛，观光局甲咱反报，咱南丰大天后每一冬来1000万人次以上来参拜咱的五甲门神阿公，这是会使讲全台湾上大间的庙宇，不管讲是伊所占的这个迄个面积，吼，伊的神威分量的庙宇，多数台湾之最。所以讲，咱讲咱是王爷庄庙，无敢一间庄庙开，但咱反对的，吼。这边的香火超鼎盛，对啊，这分出来，系啊，对。主要王爷的系统拢伫遮分出，伫遮分出转来，叫做阿祖。交咱无关系的神明来遮，恁叫做进香，啊。所以讲，咱是道教、佛教、儒教的综合体，咱叫做民间信仰，吼。所以讲，全世界。那讲到王爷庙，南昆新地天府，就是上大间的王爷庙。对，这个是确实，因为我们那时候阅读文献，想说这边到底什么样的，因为到他这边真的是人，香火真的超级无敌旺的。然后今天这样子经过我们总干事的开水料啊，从刚刚的直播开始到现在，总干事想的超详细的。咱都去是先来献花话。咱是一个有文化的庙宇，咱迄边有一个大坤堂，是这个五王的文殊馆。咱所谓山庄，咱所谓建筑，拢是符合着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嘛是咱信众的需求。所以讲，咱有一个空龙山庄，嘛有一个坤兴龙会馆，咱来住下。早期讲一冬。一暝啦吼，带8000人呢。哦，嘿，哎，全部什么要求啊？都树啊，兄弟，树啊，脚在咧困啊。哎，总干事要问一下，你背心后边写国定古迹嘛？加国定古迹，它是等于是一级古迹，对不对？对，一级古迹。这国定古迹，现国籍是分定国定古迹、限定古迹、限速古迹，现是分安呢。对。啊，那无就是讲这个限速建筑。文化建筑分这三级，所以大家来这边可以参观一下它。就是我们以前来过很多次，可是因为今天总干事这样讲，每几个天的条啊，然后他的那个雕刻作品，你才知道原来他这作品真的都是不简单的。而且他们的这间，我觉得算是各个宗教，我觉得融合，因为它有不同，而且很多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都在这边做呈现，包括在对联，拢是为真侪拢是过往的这个书法大师所写，所以讲整个规块庙会使往往是一个宝，啊，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所以讲我时常下早时啊来上班，到下晡时啊要转去，有真侪立命，真侪咧研究庙宇的。阿哥底下咧上咧，阿别等伊咧。好，我们到外面，因为里面很多人要来参拜。那最后呢？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就是宣告一下，他们这两天呢、啊，就是有一个活动，就是那个平安演祭，然后也是十几年来了。Hello， 棒棒糖你好，那。这一条是那个回廊吗？这回廊对，这一条的回廊。挂标，这老板家里的回廊。一定会经过，因为刚刚总干事有讲了，你来拜那个公爷，你一定来拜金拉公，一定要来这样拜。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可是也让我们学到，而且它这边的环境超漂亮。你的园艺啊，我告诉你。你看他整个那个园艺这样子，都有请人来整理哦。咱的员工是100多的，好、哦，所以讲有清扫的，有这个迄落剪树啊的，花木的管理的，好、哦。你看他的这个多漂亮。这是万仙岭公园，好、哦，啊，迄边啊，佫有大坤恒的，连工有机会才来，哈、哦。啊，迄大坤恒是仿大陆的林园来设计。拱水流桥，哦，啊，就规个拢总会使讲是一个艺术品。这边真的太多艺术品了，而且我觉得今天这样子逛一圈，更了解南昆生的那个文化之外，我觉得他们还有神明啊，各神机，
大家一定要来这边感受一下全台总庙的那个魅力呀、啊！欢迎所有神圣大家，所有观光客来咱南屯大田路参拜，都去拜神以外，咱有真济文化会当传承，和所有咱全台湾的这信徒啊，这旅游客真的有满足感，哈、哦！真的很过瘾。你这边呢，这样走走，也非常的带。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这样走走，然后有一个传承，这是什么世界纪录啊？那是这个观音挑战金树世界纪录。哦，13000多尊的神明。那是这个我祝你哦，这个甘瓦科哈、哦，这个露天大教新尊的甘教，啊，咱的甘教团，咱叫做万神高峰会。咱所坐，诶是众人啊，殊胜众人啊。吴总你好。一个照场，感照场。好。今天的庙宇直播第30节，小编来到了南昆生态天府，他们这两天非常的热闹，因为有活动。是咧刮杯，平安人气。对，今天啊，德福袋。今天跟明天，上车。今天虽然是落雨，但是要上来排队的也是真多人。因为他前3名有大奖啦，所以说你就是来这边把杯，然后最多杯的呢，就是今天跟明天哈，最多杯的你就可以把那个礼物给拿走。咱这个平安车是做殊胜、做庄严，24个道长，这个盐七鬼，5000岁加持，这个、平安福袋内底有5王。较慢先来的火灵，佮再加铁过的盐伫内底呢，所以讲放伫车里，保你行车平安，放伫厝里顶体，吼、哦，出门早嘞，保咱旅游的平安。话拿去大饭店，会惊讲啊，这唔知有啥个无，主要你的平安福袋在放嘞，你真袂困到天光。腰远远的是什么东西？我不懂那个字幌的意思。那他们现在这边是在宝贝，因为这两天平安演技呢，就是有这个宝贝的比赛。那你只要有进前3名，那你就可以就是得到他们的前3名大奖。第一名是扫地机，第二名是大义励志2天1夜的那个住宿券，第3名呢是那个微波炉，就这样。然后他们就是主持人，因为这排队人太多了，小编就不排了，因为这个太。好、oh, 对，好，然后呢，我们最后要那个跟总干事一起 ending 了，就是我们以这边为背景，欢迎全国的那个各公庙善信大德哈、哦，我们来这个当背景，就是也欢迎大家呢有空来南昆生态天府这边，因为这个庙真的很大，你看我介绍要介绍一个小时哦，而且总干事超会介绍的，因为他。那个对这边的历史，然后严格就整个超了解，包括这一次的平安演技也是在他的手上呢所推动的，所以今天很谢谢我们的总干事侯总干事、哦、谢谢你辛苦了哈，罗柱谢谢最年轻最漂亮的罗柱啊，好，那我们总干事跟网友说拜拜。